各位，咱今要开始哈，因为时间到哈，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好早。今仔日啊，这个时间啊，由我和大家来分享一挂咱未来要重新来建设台湾一挂的想法。啊，会知啊，秘书长嘛问大家准备好未？啊，我伫后壁办公室，作声听到作大声讲好啊，无影无影无影，要执政啊吼，要做啊。行政人员，咱要来做一挂行政的工课，即个工课含赛飞轮机同款。大家唔知知影要安怎学会晓赛飞轮机无？要学会晓赛飞轮机是一个足复杂的过程，也训练足久。是安那飞轮机内底足侪爱控制的所在，而且你啊一个用料无拄好，迄毋是讲赛车去弄病尔。迄几台飞轮机，包括飞轮机面顶足侪人，安尼载落弄壁，啊，佮有安全带佮绑条，可能袂安那。但是飞轮机也载落去，啊，代志就严重安尼。迄飞轮机载落去，差不多足少足少人有法度生存。咱未来，要来换即台湾的啊政权，都含赛飞轮机差不多要共款。内底复杂的程度超过咱的经验。因为咱拢毋捌驶过飞轮机，即飞轮机叫你去驶飞轮机，同款的意思。你也无经过一个过程，互你一个电脑飞轮机，你互伊伫遐驶，拢毋惊。就讲载来崩落，讲伊家己讲你 crash， 你坠机啊！啊坠机讲啊，你头拄安尼操作毋对，你用个顶头来一届。你必须啊一届、两届、三届，你知影个飞轮机要飞落去，咱一般民航机。迄、那个驾驶舱，伊差不多两三楼高，啊，伫两三楼高面顶要看要着地，啊，距离较远，你免掠迄个阿苏比，袂去飞轮机甲撞撞害。所以啊，伫一个电脑的设计超船模拟、超机模拟的一个机器内底，互你伫遐试，慢慢啊开，互你伫遐咧摄面镜。啊！熟了后，你自然到尾啊，学会晓驶飞轮机，足侪爱控制气流、风速啊、温度啊、湿度偌济先，飞轮机咩啊驶。未来大家来遮受训，受高级班的训练，就是希望有一天，这一天黎明就要来。所以必须要紧张、烦恼，问大家准备好未？这就是一个。对大家的期待，大家有心理准备，未来，真近的未来，可能明年，明年咱都爱把这个工课爱担起来，咱要哪来做？咱要哪来建设未来的台湾？咱今仔日伫新闻媒体、电视拍出，你看规个台湾即马是发生什么代志？食品袂食哩，经济。愈来愈歹，大家薪水啊，退加十几年前，大家敢活会落去？足侪人因为伊占着一寡公务机关的头路，所以对伊来讲，伊钱足侪，生活足好过，伊无咧管其他的人。但是咱大多数的人咧，咱大多数人并无十配趴摊呢，咱大多数的人并无一个固定的薪水摊呢。啊，这人要安那？即个人敢讲对着即个政府安尼规个拢切落去，但好你家在今仔日，咱有一条路通行。今仔日台湾民政府一只，就是要带领大家共同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咱是足近的未来，有法度重新甲台湾为即个用要倒去的一个政府重新再来，重新再来的时。咱要安怎重新来建设咱的台湾？咱讲一个，菲律宾，菲律宾
伊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根据联合国的宪章，伊用自民主权，美国本来伫遐殖民，伊予伊独立，独立变作一个菲律宾人家己管菲律宾的国家。打开始，菲律宾的经济比台湾迄阵啊流氓政府来台湾搁较好。但是即马的菲律宾嘞，菲律宾因的大学生足济拢爱去外国去做飞佬，去外国吃头路。因为国内无就业的机会，经济歹，菲律宾今仔日为经济比台湾较好，博到今仔日爱足侪人出去做飞佬，做滴向做滴来。菲律宾敢有一个外来政权，有一个流氓政府，一个土匪政府，你遐个乌白甲管无呢？菲律宾今仔日的物价呢？大学生毕业了爱出外国去做飞佬，向做滴来，家己做滴来，所以。家己管家己，无代表你有法度把台湾建立好呢。咱家己管家己，无代表讲后摆台湾人会幸福美满呢。咱要安怎做，才有法度今仔日所拍拼努力的成果，后摆会台湾比较好。我来讲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讲后摆台湾要成为什么款的政府啊国家，咱的目标伫倒？咱的目标啊，感觉讲啊，比即马较好就好，安尼咱无法度好。我希望大家有一个目标，咱来和世界一流的国家来比。世界一流的国家，就是咱的标准。咱未来台湾要建设的目标的标准。啊，所以咱啊目标放伫遐，咱来检讨台湾目前和一流的国家距离有偌远，咱含差伫倒，这差。差别的所在，就是未来咱要努力的所在。好，今仔日啊，分四部分来和大家来探讨。第一就是经济，经济非常重要。大家也食袂饱，就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今仔经济也歹，讲其他的拢假啦。你无法度去照顾你的百姓，你的百姓免啊有啥物啊深度的思考，有啥物涵养，无可能。所以第一。就是咱来讨论经济，咱和世界一流国家经济差偌远，啊是差伫倒？人是啊，有法度和咱差遐远，咱会用努力的目标伫倒？第二个就是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也无文化，那都一个人无灵魂共款，一个人也无灵魂，啊，就是和精神共款。咱台湾人去予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统治。足侪人，那像低调来低低共款，伊敢那烦恼讲食会饱无？伊无烦恼讲你一只活了有尊严无？大家伫烦恼讲，咱今出去高级班受训了啊，咱一定足认真，想要去甲大家解说台湾民政府、台湾诶国际法律地位是啥？结果足侪人来讲啊，咱卖插政治啦，啊，啥物人来管拢共款呐？即个人诶思想。都和低调来对低差不多，是安那？伊敢食会饱就好，伊敢烦恼伊后一顿有通食无？烦恼伊口袋有钱无？伊无烦恼活伫遮有尊严无？今日时势有法度活伫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无？所以文化对台湾未来有法度进一步发展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国民的能力，国民的能力就是要促进两个。国民的能力也差，啊！你讲你经济用偌好，无可能；讲你文化会用偌优秀，无可能。所以国民的能力是有法度培养的，有法度栽培。我前几天去拜访一个进前的立法委员，好，伊一日就甲我讲，讲台湾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无唔对。咱台湾的国民能力是安那来的？教育来的，教育也出问题。国民的能力都无法度提升。我伫大学咧教册，我所看到的足侪大学生，唔是讲多一校，差不多拢安尼。咱的大学生伫即卖教育体制之下，伊日子过了足好过。伊去打工，去赚一个几万块啊，万块、万通块、两万块，伊生活就足好过啊。伊要交女朋友。哦，要手机，啊，要创啥，要佚佗，拢会使。
但是伊完全无想着讲，伊只有法度过即款生活，伊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个基础拢是爸阿母甲吐掉的。伊认为讲一个月两三万，就有法度过伊想要过的生活。咱啊，教育安尼，或者个囡仔即款想法，即个囡仔哪有可能来维持未来，那么建设台湾即个国民的能力无法度提升？囡仔伫台湾足济教育的设施拢是咧共骗。我伫大学教册，我发现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未来咱也要愿望，咱后一代有法度甲台湾这块土地的前途甲建起来，咱的国民能力爱透过咱教育足济爱来努力。第四点就是人的素质，人巧无代表素质好，能力好无代表素质好。啊，所以咱较听来讨论讲素质。往多一方面来看，这个国民的素质。首先，咱来看经济，这是2012年啊、全世界 GDP 的排名。台湾 GDP 迄阵是21,000 美金，全世界排37名。哦，啊，你要看全世界180几个国家来排37，算袂歹啦吼，真头前啊。但是咱来看。Top 遐咧，澳洲2000几万人，含台湾人人口数差不多，人伊一个人赚咱的三倍钱较低。美国当然伊是大家足熟悉、真好个国家，伊全世界排15名。伊今仔日伊48,000，因为伊人比澳洲较济，伊有足济人爱饲。就是因内底美国赚足济钱，但是因为爱饲足济。啊，无法度赚那侪钱的人，所以去用救来。啊，咱来看韩国，韩国这是2012年，比咱低一点啊。今年应当比咱较侪啦，吼。咱定来比韩国，我感觉个无啥公平，吼、哦。比韩国无啥公平，这款资源伤少。咱来比澳洲，澳洲含咱同款2000几万人，台湾同款2000几万人。凭什么伊有法度赚咱的三倍以上的 GDP？ 咱即款足济啊，囡仔大学毕业，想要去澳洲打工留学，去啊啊打工啊，甚至去学英语，啊伊赚的钱哦，是啊，较济人要去，因为遐薪水真高。我捌去澳洲开会一届，你若讲摕台湾薪水去遐开啊，你真正无偌久你就打去啊。在那个澳洲啊，我应该是去布里斯本。在那个街仔路啊，吼，去买一罐那个啊矿泉水。那矿泉水啊，吼，一罐要到100块的台票。咱台湾多少？20块。啊，你看赚偌济钱去啊？啊，而且澳洲啊，因为欠水的所在，你若水道开开，讲哦，你用迄水啊，兄弟，除非你爱泡咖啡、泡茶，无迄哦消毒水的味有够重。根本无法度用迄个水，吓吓倒白滚水来啉，你啉袂落。我伫遐本来想要看煮较久有法度无，无法度。所以步兵啊，大家拢爱去买矿泉水，一罐矿泉水咱的五倍计少。啊，所以因遐生活的水准，因遐的薪水比咱高足济。咱来看这就好，伊 GDP 是咱的三倍外，伊是安怎赚来？咱来分析。澳洲因的 GDP 的收入未带来，因为70%是为观光业来，因迄款叫做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咱来讲，今仔去澳洲啊，大家拢有希望去啊佚佗，要佚佗啥？大堡礁，全世界上界大的珊瑚礁。你讲哦，听讲大堡礁有一只石斑足大只，哦，足大只，迄只石斑比人较大只。啊，迄个下面翕时阵上，等下做纪念，一世人都有价值啊！你若要去澳洲含大堡礁迄只石斑翕时阵上，你首先爱坐无人机，你想讲哦，卖咱卖坐澳航，咱来坐中型的，钱互家己人赚。等你无人机落澳洲的无人机场，你就爱甲澳洲的国家开始交税金。无人机场爱交无人机场的租金，你离了后，你爱坐车，你爱伫遐食，你爱伫遐住。你若要去大堡礁，你必须要去租船。啊，租船
你必须要有教练，因为你落去呛水，迄只大只石斑伫倒，诶，海底茫茫渺渺，你哪会知影倒？爱有人带，所以去租一个教练啊，带你去。啊，你爱租装备，你落去你顶爱呛水装备，拢爱租。安尼，你靠靠加加起来去一抓，你无可能讲当天来回，还是讲去遐三天。既然去啊，你当然爱去遐耍一个互透尾。啊，你开偌济钱？遐钱开开，迄只石斑含咧陷一张相了后，迄只石斑嘞游玩伫遐。所以大家来含咧翕一张相，迄只石斑就替澳洲赚足济钱。咱台湾石斑拢怎代？拢伫岛顶啦。在冰库内底啦，所以食一食减一食。人澳洲是安尼咧趁钱啊，所以台湾有澳洲迄款条件无？咱台湾有澳洲迄款条件，会用下面趁同款即款观光的钱无？迄款观光的钱，人来钱开了，人走，敢有欠一地，敢会起一角？观光的物件就是无损失的物件，来伊敢开钱。看了算了等于物件原在伫遮。我常常问一件代志，讲咱大家希望咱的子孙未来是住伫一村公园的国家内底，还是要住伫一村工业区的国家内底？大家无一个讲要住伫工业区嘛，对不？啊，所以也无一个要住伫工业区的时阵，未来台湾的发展，你是要为做一个方向，其实是足清楚的。咱若发展工业，像即马哦，伊六轻、七轻、八轻、九轻、十轻，愈来愈轻。啊，台湾怎啊浮伫半空中，怎啊飘去？大家拢吸一寡污染的空气。伊讲袂啦，即马技术足好啦，拢袂去污染。你去问袂了遐个人，袂了伊个流感的比例比周边的人关注显然的关注侪。你靠安怎做？迄款的行业、工业。对这个环境来讲，破坏性拢足大。啊，澳洲咧，人澳洲迄个所在哈尼啊水，啊人嘛赚哈尼啊侪钱，咱敢袂晓甲人学？咱台湾，确定来讲，咱台湾文化迄部分的时阵，咱就发现台湾其实无输澳洲，而且咱阁比澳洲有一个阁较好的特色，就是讲咱的所在细，但是咱的天然的环境为热带、甲寒带拢有，简单讲就是讲，你若伫澳洲，澳洲土地遮阔，你讲哦，我要去看一个较啊无同款气候的环境，哦，都要坐无人机。伫台湾嘞，唔免，你讲一台车就吐归台湾，为寒带、热带拢看得到，爬去到山顶3000公尺的玉山，你就变成寒带气候、寒带风景。咱属于台湾，你讲要看海，海有无同款的景致。你把一台车吐一台湾，全部世界所有无同款海的景景致，你拢看得到。但你外国咧，哦，你都吐作风位置头变个一头，刚好都看无同款。台湾唔免，台湾冇同款有珊瑚礁。台湾的珊瑚礁都啊全世界含澳洲唯一全世界两个所在。全世界有珊瑚礁的所在足侪，咱这样子东南亚就是度假胜地，你去我拢都看到珊瑚礁。但是全世界珊瑚礁、珊瑚的种类上多两个所在，一个是台湾，一个就是啊澳洲的大堡礁。所以咱有真好的机会，有法度和澳洲同款，拢赚这款清气观光的钱。啊，所以咱来看经济的强甲弱，咱头先看迄两个，咱和澳洲的差别伫倒，和美国的差别伫倒。第一就是科技。科技所赚的钱，大家一定感觉到足明显。最近啊、美国飞来一架 P3C 的反潜飞机，迄架咱敢买偌济？12架买到600亿。人卖你一架无人机，你看郭台铭爱做偌济啊？迄、那个电子产品刚好都换一架无人机。科技都是钱，苹果电脑伫美国。伊赚的钱，咱几个国家加起来无伊济。科技就是有法度变作济资产的物件，所以台湾发展科技，咱有机会无？其实咱有足好的基础，咱有足好的基础，咱的教育，咱有足济台湾英俊去美国留学、去澳洲留学的专家，等下伫台湾咧教。
啊，所以咱要甲台湾的科技提升，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工课，只是你的政策对啊唔对？你有甲这个能量、这个研发的能量去引导去一个正确的方向，啊，是要来你骗我，我骗你，大家在做假。啊，今日大家拢做假，今仔日咱若要发展科技是无机会。咱是有人，咱唔是无人，但是咱的产业的政策、甲产业的规划方向对啊唔对？这是一个足大问题，未来咱执政了后，这是一个非常大爱思考的部分。第二个就是爱规模，你爱有一个规模，你才有通赚到钱。你永存啊，伫 Seven 全家啊个莱尔富爱未出来时，咱去啊厝边隔壁店了看到干妈店，大家拢开一间干妈店，大家拢做头家，到尾也是啊一个一个去由 Seven Eleven 个取代掉。就是规模，你家一个做头家，你的产销的费用含伊规台湾同一间公司，伊有法度去共买熟的，安尼卖予你。规模，规模就是未来咱爱考虑的一个啊，产业要重点发展的啊、一个啊、方向。台湾有成功的经验 ，IC 产业咱做迄、那个啊，基底电路，台积电这几间。让咱台湾有伫全世界做基体电路的一个规模，含咱竞争，对台湾赚足侪钱。未来咱到底要发展啥？即马大家拢讲生物科技，生物科技是未来产业内底一个有法度用足少的成本，加靠专利、靠技术赚足侪钱的一个行业。但是生物科技嘛，同款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因为我伫生物科技界，伫遮哩啊教册，伫遮做研究，我发现生物科技是一个拿博缴的行业。你也袂有产品出来进前，开钱拿个钱放落焚化炉来一直烧烧，当时赚着钱唔知哦。啊，未来咱到底变啊发展？咱来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向。咱来有规模，够有可能赚着钱吼。第三就是产业的特色。未来咱发展咱的经济，变含澳洲共款，产业的特色，就咱头拄讲的，这是咱爱考虑的所在。咱是要让台湾变作未来一个工业区的台湾，还是一个公园的台湾？这含咱未来产业的形式有一个足大关系。台湾有足特殊的气候，这特殊的气候。就是别人无的，啊，因为别人无这特殊的气候，咱有这特殊的气候，会用发展啥物别人无法度发展的行业。啊，这个物件伫国科会进前捌做一届研讨会，甲即个生物学家来召集起来，大家讨论未来台湾有啥物含世界无同款，咱如何度发展咱特色的研究？有两个，一个就是珊瑚礁。头先我讲，全世界间两个所在有占尔啊侪种无同款的珊瑚，台湾是一个。所以珊瑚礁是咱特殊气候内底一个产品。第二个就是啥，云雾气候，就是讲咱台湾因为地形的关系，啊，咱台湾高，所以伫山顶足侪所在拢会大蒙大雾。大蒙大雾对植物的生长是一个足特殊的环境。爱有足侪植物，爱伫即款大蒙大雾的所在，伊甲会啊活了较好。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地壳，地壳对台湾来讲，是因为咱有一个特色的气候所培养出来啊，所以啊，这是两个哦，国国会上透过台湾足侪专家去讨论出来两个重点。所以咱透过特殊气候。即别人无法度的，伊无法度去制造一个大蒙大雾的环境，伊就无法度来有这款产业的产生。第二点，哦，想要和大家来讨论的是文化。文化真复杂，啥物叫做文化？所以第一来定义啥物叫做文化。啊，你也知道文化的内涵的时阵，咱才有法度思考讲要安那来开展。发展咱台湾的文化，咱来看文化，要安那来用无同款的角度来代表，讲这是台湾的文化。我分四点，和大家分享啊，大家来参考。第一，就是讲一个所在伊的文化，
用什么来代表？伊有一寡故事，互人感觉足感动的无？互人感觉讲，这个故事，你会讲，哇，这个带一只的人，真正是足特殊的，互人会感动的故事无？第二，就是讲，遮有水的物件无？有法度代表这个土地，这个人民带伫遮，有法度有特色水的物件，会用提出来，互人知影无？第三个就是古迹，古迹代表一种文化的累积。自古早住伫遮的人，因为就地想出来，咩生活类一挂的方式留落来物件，代表这个文化的一个内涵。咱来看，咱台湾有代表台湾人的古迹无？第四点就是讲都市，都市对现代的。咱讲古迹对永存啊，一代一代留落来，即个。留落来，即个大家每一代每一代人心怀的结晶，即个古迹。但即卖人所带的，即卖人所带代表即卖即个即阵人的文化的一个总和。好，咱来看台湾即个物件有啥物件会用，互咱提出来，会用互咱来考虑，咱要保留还是来改变。第一，就是咱有动人的故事无？咱台湾。足侪故事拢互人会惊吓，我会记细汉时听上个侪故事，就几啊故事。即个故事互人会感动无？未，干那互你惊到下暗时唔敢去便所，因为便所贵上侪。我囡仔为着要便所，爸阿母在个遐便所边啊遐顾。我会记细汉的时阵，阮家是住伫台南市一个上个悬的大楼。迄阵是唯一的大楼，阮爸爸因为去台南迄栋大楼，啊，怎调伫遐，怎去人分到迄栋大楼上盖悬的迄层，迄阵是台南唯一的日头农园。啊，我细汉就是日头农园内底大汉，阮同学拢来搞巴结，因为来阮家就省免钱的。迄阵啊，迄款日头农园全台南只干一间，啊，阮爸爸就甲阮囡仔拢放伫迄、那个。日头农内底一个隔出来一个房间，阮伫遐大汉。啊，要去便所咧，就要去公共便所。迄公共便所含恐怖片内底一模一样，吼、哦，内底暗飕飕。啊，所以啊，细汉来时，我爱感受上心咯。大家拢爱讲一寡故事，但是拢互人会惊吓故事。咱看到这個，你也看到台湾，你也看到这的形象，伊拢有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敢袂让人感动？这个故事其实刚看了这，你就会惊。我感觉台湾唯一有法度代表台湾，其实是咱高山族原住民的文化。原住民有足侪动人的故事，互你会感觉讲啊，这个人真正是可爱，这个人真正是有合别个所在你所拄到的，而且故事无同款。因透过因的祭奠。因为这一点的过程，就是一挂故事累积出来的结果。咱来看英国，我现在讲到英国，因为我对英国较熟悉，我伫遐留学，伫遐要较四年，所以对英国，我感觉英国是一个世界会用来做一个参考文化的上佳好的国家。英国人和美国人足无共款，我今年去美国两摆，我就坐后摆摆去的。去美国真正足忝，尤其是去华盛顿，迄飞啊远啊吼，飞到要上飞机就讲讲，我爱去伫飞机顶关十几点钟。伫美国，互我一个感觉，美国人足平民化诶。美国建筑物，包括因诶白宫，包括因诶国会，包括因足侪公家诶机关，拢看起足平民化，外口拢是白白，拢无足侪装饰诶，足少足少装饰诶。但是英国，其实英国和日本同款。荷兰也是欧洲有皇帝的国家，因为皇帝住伫遐，伫皇帝帝制时阵，所有的好的物件拢要让皇帝看，让皇帝享受，大家拢要甲皇帝顶讲我晓这，但要甲皇帝抱，所以大家拢甲尽量想搁较水、搁较精致的物件来让皇帝用，所以皇帝国家非常非常的金碧辉煌，内底拢足济好水的物件，伫英国就是安尼。在英国，这是英国白金汉宫外口卫兵交接的典礼，一天
拢有两摆。啊，这刚看卫兵交接，好足侪人去遐参观，围伫边啊咧看这個，啊，这有啥物好看诶？因为含人无共款，因为有风色，有皇帝一家，所以有足侪王子跟公主的故事伫遮产生，所以去英国故事讲袂了。故事讲袂了，因的几个故事和台湾的几个故事完全无共款。我去英国的第一年，啊，就朋友咧烧酒，讲伫英国啊、哦，每一个城市拢 AM 时有一个活动，叫做 Ghost Walk。Ghost Walk 就讲带你来看鬼，哦，带你来看鬼，啊，拢伫倒，拢会直接拍布的头前，伫遐集合，啊，迄是一种慈善的 charity， 伊遐甲你介绍了。哎呦，大家捐款，啊，捐款也来讲，伊今仔个活动，伊唔是家己要收钱的，伊是要捐予啥物会，啊、哦，要做慈善的。啊，伊甲我去的时阵，哦，伊就开始带讲，哦，只吊死一个人，只啊一群人去遐讲迄几个故事，一点啊都无恐怖感觉，连都感觉足趣味的，讲，哎、欸，咱今仔个来，唔那鬼也出来和咱见面未？行看，我迄阵读册所在叫做 York， 的约克。啊，就是美国去纽约，纽约诶，伫英国去的老家叫做 York。啊，行到英俊 York 的家格的头前，啊，头前拢有楼梯一站。啊，迄、那个啊导游就徛伫上盖下骹，叫大家徛迄个楼梯站一站徛起来。后壁就是英俊家格的建筑物，暗飕飕。啊，所以阮就徛伫啊楼梯看着头前。上界街迄个所在，迄导游甲讲，哇、哦，遮永春是家家啊，所以啊，啊，伫倒去其实出行的所在，啊，导游就是行刑的所在，啊，当讲一大堆，后壁伊用埋伏几下人，拢穿白衫，砍起來，啊，你知影外国迄魔鬼的这款的嘛吼，拿一支镰刀，吼、哦，啊，迄、那个斗篷拢面拢砍掉的，大家看头前，结果后壁一阵慢慢靠近，拢徛伫观光客边啊。忽然间，你看边啊，讲哎呦，那加一个人，大概第一个惊到，第二个感觉足趣味的，因为迄阵还是人，所以伫包括伫英国，因所讲的鬼啊故事，是予大家足有兴趣，讲咱来看鬼生做啥物款，毋是含台湾，大家惊到讲吼，连便所都毋敢去，这就是故事，同款一种故事，讲的讲法，表现的方法无同款，人对这个鬼，这个对象看法都无同款。过来，咱来看艺术。艺术就是种水的物件，有好听的音乐无？水的图无？好看的风景无？咱来看到这個，咱敢知影这张啥画？梵谷，倒一国的？荷兰。哦，荷兰。大部分人看到这個，因为这已经叫全世界大部分人拢知影。好，啊，这张嘞，大家嘛知。达文西，意大利的达文西说画的蒙娜丽莎，台湾有无？咱台湾有一张图摕出来，人就知影讲哦，这是来台湾某一个画家所画的无？无。啊，这就是咱未来要努力的目标。咱台湾这文化的发展，对水的画图，咱若有法度一个人有法度画出图，和全世界来认定讲啊，这水的物件。咱就是文化有含世界一流国家平权。啊，这张乌乌，因为咱的软体无法度播放。啊，他拄啊，每一届我伫郑州场啊，后一节上的时候，我拢也在跳过，因为郑州拢有播放过。我本来要给大家听的就是啊、郭英男，伊的八部合音。这布隆族的八部合音曾经伫迄、那个啊亚诶奥运会。奥运会办做过主题曲啊，是咱奥运会全世界大家拢来参加的活动啊，底下做主题曲，迄代表什么意义？代表这个文化、这个艺术的水准是世界级的。咱台湾有无？刚吹就这个，咱台湾高山族的八部合音，有法度徛起咧世界舞台，互人感觉讲这个物件是赞，对不对？来，台湾来。咱来看自然的景观，这是倒位玉山，这是倒位咱台湾的海，咱台湾的海，我头头讲的足特殊，海岸的景致有沙岸，有沿岸，哦，啊有像七股迄款的西湖，
有像迄、那个淡水，也是讲咱台南迄款红树林，足侪种足侪种。啊，嘛有大洋，譬如讲咱的东海岸，出去就是太平洋，出去你就是，譬如讲你的美国，你要看迄海洋，伫海底底下底下亮。我坐船坐几点钟呢？伫咱台湾爱无？咱敢为苏澳爱华人坐船出去，无偌远，都有看看到海豚，有看到金鱼。这是台湾特殊的所在，这是咱山顶的十分条瀑布。咱嘛有真水的动物，这是来迄、那个地质迄款体积这是咱海底的景致，咱有足水的珊瑚礁，自然的景观。对台湾来讲，咱有法度和世界来比拼。这是倒位？这是英国，这个叫做 Stonehenge。Stonehenge 就是伊讲巨石文化留落来物件。这每一点石头，滴嘞，拢只要要三公尺。啊，因英国人是这个所在，就是 Stonehenge 这个所在，因认为这是巨石文化留落来遗迹，但是唔知道这要创啥。啊，所以作者种讲法，包括讲这可能是外星人导航的一个位置哈。啊，而且有作者传说，英国人会来这吸收叫做特殊的磁场啊来这，但是这对英国人上界有趣味的种面顶一支啦。伊用就是贵个圆个哦，啊面顶一支，用这支要个彩虹叠起来较简单啦。啊，这支要团个要个，这嘛只要三公尺长呢。这个看的名个透气节两三公尺，人手摊未到的所在，啊，看的藏里遐。借问大家想看卖，迄阵也无吊车，吼、哦，啊，客人啊，咩个透气的面顶。啊，加这英国人就想做过一个，到尾一个大学的教授，含伊学生用锁啊，吼、哦，啊用锁啊去想办法，吼、哦，伫伊个学校来模拟去出这款大料石头，啊个透气的面顶。啊，这是英国人伫留落来，伫很久以前啊，无啥物文化的时阵，有这款技术，把这个石头吐去你面顶。啊，本来讲啊，这绝对外星人呐，啊，无人脑，以人的力量脑，好多个吐去你面顶，啊，无吊车。但是英国人一个教授都讲，真正用人的力量，有法度透过手啊，安尼游去你面顶。所以你看，英国伫迄阵的人看外巧。这是英国的砖卡，啊！你讲哦，这可能得算诶。我伫英国待三年外，我发现讲英国世界拢是安尼啦。所以伫英国足爱出去散步，因为啥啦？世界拢遮尔啊水，吼！伊伫都市内底嘛未感觉你是都市内底感觉，啊！出去世界拢是即款诶，哦，拢是草诶，青色诶草地，啊，土地拢足平，未坎坎坷坷足侪。咱看古迹，古迹代表一个所在文化。即咱台湾的代表就是庙。咱台湾足济庙，足济庙去用变作古迹。好，你来看这庙，你入面你的感觉是啥？我足不爱去庙的。当年过年，我妈妈拢爱去庙拜拜，拢叫我阿妹去。我大概拢伫门口等候等伊。是安那？唔是恐怖尔啦，我是袂去惊迄恐怖，我是讲点香熏到我入面吼，拢目油一直流啦。啊，阮母啊讲，啊你就是你较不好，迄好迄关系，迄大家去我流目油。啊是安那？因为即款的文化所产生出来，即款的古迹，咱感觉讲即古迹好啊歹。咱看日本，偏偏是即款的，人日本留落来即款古迹，人就遮尔啊清气，遮尔啊水，看起来咱艺术品。台湾看起来就安尼奇怪，安尼古古吼乌暗暗，啊里面其实这内底啊吼，有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藻井，就是里面伊第一层看去面顶，伊迄装饰迄是世界级的迄款雕刻，但是这世界级的雕刻，就乎遐香熏到乌乌乌，啊你根本看袂出伊世界级的雕刻水伫底，吼、哦，啊所以平平古迹，这张是我伫英国翕的。这是什么所在？这是伫迄个尼斯湖，叫 Loch Ness， 尼斯湖水怪边啊。尼斯湖水怪，迄尼斯湖边啊有一个废弃的城堡。
而且废弃城堡啊，历史的时阵也派一个人啊，迄是苏格兰嘛哈，啊，所以派一个人伫遐吹本迄苏格兰笛。你甲看这是毋是已经拢袂大哩啊？伫英国去观光，定定都导游带你去一个所在叫做 Relic， 迄叫做废墟。啊，废墟有啥物好看？废墟就是已经倒破去的厝，啊，有啥物好看？废墟的好看伫倒？废墟的好看就是英国，伊英国这款废墟，譬如讲伊甲一个人踩伫遐，苏格兰笛搬落去，伊予遮个英国人来遮参观的英国人，随去行登个历史内底，因为遮个景致包括背景的音乐，予人含即个所在历史结合做伙。虽然看起来安尼，哎，那无感觉有啥物。好看的所在，但是伊安尼营造落去，大家观光客、台湾人、外国人、英国人拢来遮看，看啥？看因永春祖先一只，伊所看毋是只破破烂烂，伊所看的即景是完整的。伊款透过人和土地感情的连结，你和即块土地有深情关系，即、這个关系和英国人对于即块土地有法度效忠。和我们台湾不同款，我们台湾人用什么人来管都没关系，对吧？这是另外一个古迹，这是我读书的所在，这个叫做 Cliff Tower， 这非常的水，到春天的时候，这绿色的所在都变成黄色的，因为这都种水仙 Daffodil， 这整个都是绿色的黄色的那个水仙花。啊，这是啥？这是那时候罗马人来打英国的时候，在这个约克这个所在，英国人到尾打输，拢爱走离这来对比。啊，所以这厝足大个顶个，啊，这本来有厝顶个，这厝顶啊，伫英国所有的教堂、所有的废墟，厝顶一定先无去。啊，到尾甲问讲啊，奇怪，是安怎厝顶个先无去？伊讲厝顶是用岩做个，用岩搞到洪水，雨甲袂流入去。岩是有价值个物件，所以啊，发生动乱、震惊。人拢会先甲厝顶拆掉，因会用做武器。啊，所以无厝顶的足济。啊，我迄阵打起的时阵，哦，这内底看个这个足特殊，内底有啥物物件？我一讲哦，我即个开钱啦吼。我一讲，我将伊讲好买一个门票入去，入去了看到啥？内底空空，内底拢无物件，内底空空，就一个空间安尼。啊，像台南的义载金城安尼啦，吼、哦。内底空空，但是足侪人一直来，一直来，是安那？因为这对内底即个古迹含因的生命有牵连做伙。果然来看啊，街路啦吼，街路这是英国的街路。你个看这毋是住宅区哦，这嘛是商业区哦。这商业区，你看看到倒一个看板，讲即间你卖啥？无呢？英国有一间上界大、世界有名的。百货公司叫 Harrods， 你也毋捌听过，我讲一个人，恁早就知影叫做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伫法国弄虾死的时阵，伊车顶因男朋友个多迪就是 Harrods 的头家囝。啊，所以这间 Harrods 百货公司，就是英国女皇用的物件拢在遮买。Harrods 这间百货公司，甲大家呛声讲，你只要开会出嘴，伊拢卖出来。讲啊，要甲伊买只枪咧，伊嘛袂好哩。所以这间百货公司是全世界非常大有名的，观光客一定要去参观咧。至少去买一个茶红茶，因为迄是女皇用的，你买红茶，你等下用人顶讲，我你买红茶含女皇，你买红茶是同款的，爱去哈罗斯买。啊，哈罗斯嘛是像这款的景致，伊并无一个看板，底下咧闪闪细细讲，我家就是哈罗斯。这就是因的教堂，这是伦敦，伦敦是因的首都。你所看到的，敢有看到足闹的所在？你看这是倒，啊，看到这你就知影这是倒啊。这是台北，啊，暗时看起来是安尼，历史的。你会发现全世界看板拢来遮啦，其他别位拢无看板。我去美国嘛，无看到什么看板，所有的看板一定要搭伫个壁的。弄你要搭伫家己的壁面顶，袂使捅出来。咱台湾，我伫屏东伫九如遐看了两间店，
这两间店卖一模一样的物件，拢咧卖贵啊，啊拢是老店，啊都隔壁啊。我讲这两个厝边唔知咩啊做吼，卖同款的物件，内底的物件一模一样啊，啊一间的看板可能先做的，做伫遮，伊过来拐这间做伫遮，吼吐出来偌济，是安那？这是台湾人的个性，惊人唔知影我伫遮，惊人唔知影我伫卖啥。啊，所以咱台湾因为这款的思考模式，所以大家拢爱抢抢地盘，惊人唔知影我伫遮咧卖红烧套套。啊，边啊佫一间卖套套的，伊的看板绝对捅出来，啊无人看袂到。安尼不了，结果台湾看板会怎变安尼？啊，所以未来啊要解决这个问题，爱对大家的思考模式开始改起。外国人是安那免用看板，免用这款的看板，因为外国人做生意有另外一种方式，伊的广告、伊的推销，伊免靠这看板，直接讲我是这里洗相片哦，大家来吃哦，我这里卖运动鞋哦，大家来吃哦。透过无同款的广告推销方式，会用让人知影你到底你卖啥，你这间店在倒。我伫英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很 yellow page。这个票子就是我们的电话簿了，要买什么东西不知道在哪里，电话掀起来就知道。我们现在台湾的那个电话簿越来越像外国，它也是用黄色的，叫做 Yellow Page、所以有时候我要买一个东西，我前一阵朋友跟我说，你敢我可以找一块石头、比较厚的，你要来找电话簿掀起来嘛，看到你卖建材嘛，啊，卖建材，伊有广告的，表示伊是大间的，电话敲过嘛？你有咧卖啥无？有，我就去伊间买啊。这就是我伫英国养成的习惯。我袂去讲啊，要买物件，就去街路开车踅踅踅，到底伫倒？你要来找啊？无得找呢。伫英国，第一，因为电视广告，伊就一直广告 Yellow Page， 讲你啊要买物件哦 ，BT 就是英国的。电话公司就是咱的中华电信那款的，伊伫广告伊的 Yellow Page 中，你要找物件就找一本，所以有需要看板无？无需要。未来渐渐，咱台湾人的个性爱改，啊无啊吼，这敢会看字？这敢会靠估计？这样呢吼，人台看看个，其实你敢会看赢？未看赢，规个都市看起来就乱七八糟，啊，现在要来出地，明仔出地，无法度。包括咱下骹遮骑楼，骑楼啊，我到尾啊，佮知影一个资料讲，即个零丁啊骹是日本时代留落来一种起厝的概念。因为日本人伫台湾起厝，伊认为台湾即款亚热带型的气候，不管是到西北风、午后雷阵雨，啊日头大啊，所以伊佮发明零丁啊骹，就是讲咱的零丁啊骹扭出来，互相应。好人啊，落雨会用走入来避，啊，行路较免伫遐曝日。啊，恁只聆听啊，看说变做啥？迄弯道的头前呢？啊，其实伊咧起的时阵，迄建蔽率已经有量出来，迄是要让人做人行道的。啊，人行道你有可能像即卖拢红砖道，啊，落雨咧，嘛是压雨啊，啊，日头咧，伫遐曝日啊。日本人设计聆听啊，看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啊，咱零点卡即马拢互卖物件啥？啊，着阮头头前啥我袂使摆，你也摆我也摆。零点卡无一个行哩，所以说捅出来，就变成红砖步道。台湾无适合红砖步道，台湾常常爱落雨，常常爱避雨，你甚至爱互人避。这未来台湾啊，恢复咱当初日本来建设台湾，看台湾这款气候起厝，你必须要零点卡。这款的建设的方式，对一个都市来讲，确实有适合的一种方式啊。啊，所以咱头先看文化的部分内底啊，关于有啥物款的水的物件，有啥物款的风景，有啥物款的古迹，有啥物款的都市的景观，来代表台湾这个所在特色。咱来看世界人安那经营因的都市，咱来看咱的都市，先做看什么款，含世界一流的国家差外远，这就是咱无未来努力的目标。
第三点就是国民的能力。我来看这个报道哈，这是台湾常常每一年拢会报出来。哦，咱拢足牛呢哈！哦，出国比赛摕金牌倒转来。哦，2010年去摕28块金牌、21块银牌。哦啊，发兵奖摕遮侪奖，摕到尾哦，讲奇怪，大家敢有真正遮厉害？我较知影伫学校。你教册，佮怎样讲？原来世界除了这款日内瓦这款是较正式的以外，有什么乌克兰呐、啊？当然嘛，一挂发明奖啊，还是去提钱换奖牌。你是要金牌哦？你也交我一钱，银牌交我一钱。来，大家拢有牌。啊，有牌等于了哦。哦，你佮看足侪科技大学面顶在跑马在那走，我今年佫得我一块金牌，我一块银牌。就算讲一款国际正式的这款的发明的展览的比赛，你提起来金牌金牌，敢有代表你的国民的能力？咱有足侪啊比赛得奖，即个比赛得奖代表国民的能力，伊甲啥物抗战？发明是甲咱本来有诶物件，用无同款诶方式来表现。你有法度改变咱诶生活诶基本诶方式无？简单讲，咱永存吹电风诶时代，啊无冷气，啊大家生活就是款诶。忽然间有人甲冷气发明出来，但是冷气发明出来头前是啥？压缩机。把迄个会用把空气冷却这个理论发明出来，这是一个上阶段的突破。啊，要爱有冷却压缩机这款的概念，第一爱有冷媒，冷媒先发明出来，发明这个物件，刚好一步一步倒出来，甲变作一台冷气机。所以到底什么款的能力，刚好就彻底解决。改变咱人的生活，其实是研究。啊，这个要用什么标准看咱国民能力有迄款研究的能力无？咱来看日本，日本战后了后，伊被人叫做一个民族叫做Mr. Kobe， 就是讲国际有啥物产品的发表会，还是研讨会，日本人一张出来，噼噼啦规内底拢是闪光灯啊！闪光灯一直是，是啊，日本人就把你这张拢给你翕转去，你每一页出来，伊拢给你翕转去，来研究，来给你学，来给你 copy。啊，所以伫迄个 copy 的年代，日本人无半个摕诺贝尔奖。哦，伊发明迄、那个录音机，愈做愈细台，做到变这个 Walkman 啊，用挂伫胸口，免牌的手的。啊，愈做愈细台，愈做愈精致。但是迄个年代，因并无人得诺贝尔奖。但是渐渐经过一段时间，因为用 Mr. Copy 用 Copy 的方式，因赚着钱。但是赚着钱了，因并无认为讲哦，这款钱好赚，全部的教育，全部流量拢放伫开发者，大家去发明这物件，并不是安尼。因为教育开始，你看这几年都开始听到日本人有得到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是一个指标，这个国家的国民能力，你以后就培养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代表你的国民能力是世界的水准，一流的水准。全世界有几个国家有法度培养出诺贝尔奖？台湾有无？台湾有诺贝尔奖？得主，但是都不是在台湾受最后教育，也不是台湾做研究。李远哲在美国把他的诺贝尔奖的研究做出来，他回到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那年我刚邀请我们在英国的指导教授来台湾开会，来中央研究院开会，他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们那个院长在地署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乱当就一个行程表，啊，后边写李远哲 Nobel Laureate， 一看就惊着讲，哈，恁台湾人也有诺贝尔奖得主哦。所以对阮教授来讲，伫英国
诺贝尔奖得主几年就一个，永准是当年有。有一段时间无，因为经济策略无法度支持遐济研究的时阵，有一年策略。对伊来讲，诺贝尔奖得主这非同小可，这个国家无法度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这几个国家的国民能力是有甲一个抗战，一个世界一流的标准的。所以，咱毋是为即个发明得金牌来满足，感觉讲哦，咱已经足厉害啊！你看出去比赛，人拢输咱，吼、哦、金牌拢咱摕倒来，这无代表世界一流国家的国民能力。世界一流国家的国民能力，就是你有法度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无？所以未来咱毋是讲教育，咱个规个研究的环境。我伫英国留学的时阵，我看阮遐个同学，看规个遐遐教授，阮老师伊有可能后摆得诺贝尔奖。我遐英国遐教授，伊讲后摆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毋是我讲的，是我听学术界人大家来讲。啊，但是人伊嘛周休二日，人下载阁有一个 tea time， 九点十点的时阵上午茶。下晡三点，阁有下午茶。啊，一礼拜阁休困两工，一年内底阁有足侪。因伫英国叫 bank holiday， 因为无国定假日，因为无存在什么双十节、什么西洋节，较侪啊休困。因无迄款节当休困，但是要休困咩啦？银行休困，全国拢爱休困。所以伊透过遐银行改讲，好，咱决定讲当时迄工银行休困，主要变成国定假日。所以伫英国的国定假日是叫做 Bank Holiday， 对英国银行休困，全英国大概拢休困。伊嘛较侪休困日呢，啊！但是你看英国，我看因咧研究，啊，大家都无啥咧做，啊，做逐工拢靠一个嘴咧讲，啊，做有个人做，有个人咧讲，但是因咧研究含台湾完全无共款，人逐年哦发表很侪。遐尼啊，侪重要的研究伫台湾呢，我发现足侪研究拢做假。做假毋是讲伊做内底内容假，伊就无一个目标咧做，到尾拢用积出一篇报告哦，啊，大家伫遐挂名，啊嘛登出来杂志面顶。我最近伫一个 Science 的杂志看到一篇文章，看了一个足好笑的，迄、那个教授伊发现。学术界其实全世界有一个共同问题，尤其是亚洲。亚洲所即个杂志、科学的杂志，作者有问题。什么问题？迄、那个美国的教授，伊去制作一篇假的文章、假的研究报告。伊内底人名假，人伊的服务机关假，伊迄、那个。研究的问题内底，伊创作者明显就是讲，你有读过大学的，看了怎个在做嘞？这答案是唔对的，这数据是唔对的。啊，伊的数据含伊的结论嘛无对头，乌白写写的。伊甲投去全世界作者杂志，结果有三成杂志甲刊登出来。所以讲，全世界遮的杂志、科学的杂志或者的科学家。定研究的结果，这杂志有足侪问题。咱台湾做足侪研究，其实拢是差不多，只在咧做五四三较侪。所以未来啊，照安尼落，无可能培养出任何的诺贝尔奖得主。所以咱若要爱甲台湾未来有法度伫这个国民能力来这做一个提升甲全世界一流的水准，咱来为。有法度提供一个环境，教育产生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这个环境，培养来努力。啊，这边安怎做？在全部彻底为整个学术界全部讲破。迄项换政权是根本同款意思。伫政权面顶，你要解决台湾的足侪问题，你也甲规个政权甲换掉，顶头来学术界一模一样。学术界内底嘛有学阀啦，这同款爱透过政。权力改变的时阵，全部甲换换掉。咱的国民能力靠到为世界一流的标准来进步，啊无其实拢是假的。啊、哦，过来最后一点啊、哦，要和大家
分享的就是人的素质。提了诺贝尔奖，不代表伊有好的人的素质。这人的素质是咱一般的，咱伫台湾生活，咱共同生活伫这个环境内底，咱有法度生活一个感觉有尊严，有一个公平正义，感觉这个社会有一个价值，非常重要的所在。咱来看日本，迄个地震了后，有一个咧，咱定提出来讲，讲因为地震了后，要分救济品。伊说因个 Seven Eleven， 因迄个超商连锁开放门市，互大家来领，来领食个物件。有一个人排队排阿袂到，就枵死啊！啊是讲哦，排阿袂到就枵死，安尼那无爱讲一声，啊是讲去插队一下，你就别枵死，啊就差无几步就用摕着物件食。是安尼，伊讲完枵死嘛，无爱去插队。咱来看即马最近的代志，菲律宾洪灾。少一个密密麻麻，救济品者来，安那抢，这就是无同款人的素质。咱要活伫啥物款的社会环境内底，咱希望是像日本安尼，咱就必须要像日本人迄款人的素质。咱若无，咱大家也敢顾家己，敢想要争夺，咱后摆也发生一个动乱，咱就会含菲律宾安尼同款。其实台湾也捌发生和日本同款类似的情形。921地震了后，我发现台湾，我感觉讲还无遐绝望呐。台湾人和菲律宾人毕竟无同款呐。伫921了后，咱来发现讲，虽然嘛有人会惊，会想要紧张，惊无，但是咱来发现规个社会因为921。地震了后，死足侪人。咱所熟悉的人、熟悉的朋友，还是朋友的朋友，拢有人有受到这个灾难。出规个台湾，迄阵发现921过来迄阵的时阵，台湾可能是上届团结的时阵，台湾上届无互相计较的时阵，大家敢想讲，哎呦可怜，咱来看人帮助，但是台湾人都无智慧，帮助啥？都讲水需要水，大家就是装水，需要泡面。去装泡面，哦，需要迄、那个天道帐篷，大家去装泡帐篷，拢无你想讲啊，是毋是伤济啊？啊，所以伫中间嘛，发现一寡村里长怎啊家己个物件哦，拢个载去因兜个仓库。啊，想讲你遐济泡面，你是要食几地人个食了？啊，即款呢，当然是有，这就是咱人个素质。来普遍，我感觉咱台湾人个素质。本质是袂歹，啊，之前啦，去予国民党即中国教育了啊呐，大家拢开始私心为重。我常常拄着一个代志，感觉足烦的，就讲奇怪，啊，咱大家合作来把这个代志做好，咪真好，是啊，就讲大家私心为用，然后考虑家己，拢惊用骗，啊，这安那来？咱今去用偏移，其实为教育开始，你就要看到咱这款的去用教育出来，去用扭曲出来这款民族性。考试，你为小学开始，是不是爱开始排名？第一名，老师改讲，第一名哦，王小明，第一名，大家要跟他学习，他是好学生。最后一名啊，扣角啦，先放牛啦，你不好啦，这后摆啊哈，不好啦，啊，因为你爱个讲，囡仔就会倒单。一表现出来就讲我不好，我就摆给你看。你看，我没有说错。你看，你就是坏胚子。啊，就是无来无拜，和你讲阿拜。啊，大家为着要向学乐，大家想要徛在头前，和人讲自己是好学生、模范生，大家拢要拼第一名。啊，拼第一名结果是安那？拼第一名，拼到尾啊，你不可能拢第一名嘛，到尾爱用心机嘛。伫台湾，我一个老师，因查某囝读北一女的，高三的时阵，伊叫伊讲，你要认真读册，伊讲好，但是有一个条件，伊讲，伊甲因爸爸，同阮老师讲，你爱互我看连续剧最后五分钟。阮老师奇怪，啊，五分钟有啥物好看啊？五分钟就要结束啊？伊讲，你一定爱，我加即个要求尔。啊，到尾因爸爸佮知影啥物原因？因为隔顿工去上课。
大家同学伊讲，你昨昏有读册无？无啊，只爱读册。昨连续国做啥？大家拢看最后五分钟。所以隔顿通去爱下人批评讲，你有读册无啦？加记咯，册哪着读？啊，大家等于读加三加半暝，但隔顿通去拢计较拢无读册，为要要证明我无读册，所以昨连续国做啥我知。啊，大家拢啊，大家拢看最后五分钟，所以大家讲起来拢倒会起来。啊，会用最后五分钟去倒头前遐剧本，因为大家拢无看，所以转转的，大家也唔知影倒一个转唔对，不要紧，下下嘛吼，我看五分钟，佮倒起来。你看，大家用心计较，要共骗，惊啦，惊人比你较认真，比你较认真，伊就考赢你。但是为着迄第一名，所以为着这第一名，是毋是大家拢爱为着家己？你今仔日我学着啥？你敢不敢要防灾？无爱防灾，互你知你就会晓。我头毋得病大，我之前捌听一个少年的，伊甲伊个朋友讲，伊讲啊，咱共教物件，袂使全部共教。是安那？你若全部共教，你咩做老大的？你著爱教七成、老三成。伊见摆拄着遐时，哎，奇怪，你甲我教到安尼，照着我若照你的方法拢做袂完成。伊讲啊，你慢慢啦，其实迄三步就是关键。伊讲对，安那呢呢，爱母母会讲，哎呦，你用得使，伊根本去用个遐，佫袂过。哦，这就是老大的，之所以老大的就是伊会晓。你看他学袂，这太难啦，这物件伤过难，学袂晓啦。唔是学袂晓，伊老三步无甲你教。啊，所以大概拄着遐讲啊，爱是爱老大个会使，啊，永远就做老大。啊，但是这老大总有一天爱落台嘛。哇！迄、那个境界，伊阁老三成，老到尾啊，这是中国文化内底道家的教育，就是安尼。每一届拢老一手，是安那？因为中国人大家拢想要做老大，你也甲全部的功夫教你的徒弟，因徒弟有想讲啊，你会晓，我拢会晓的。啊，在这道内底，大家伫中国武侠小说内底，拢爱做啥？武林盟主对吧？拢爱做啥？第一高手。啊！要做第一高手，就是爱甲别人拍倒。啊！恁老师甲伊教教教教，恁老师是武林第一高手。啊！教教你啊，专门爱教你的时阵，你也一定会想讲，你会老，我会大汉。啊！第一高手是幻想者，你绝对会甲恁老师抬死。是安那？抬死了，换你第一高手啊！所以每一个师傅拢会留一手，讲到时你也要到来这招的时阵，哈哈，有一招无甲你教，这个保命绝招，你会假笑，伊就甲抬死。啊，所以是安那，中国文化内底留下这款的观念，为着要做头，绝对袂使予人陷伫边沟。所以台湾迄个中国人干68档、69档，养成的啥自私，无爱含人分享。伫美国的教育，为小学、高、国中、甲高中，伊拢讲求啥 team。团队，伊即马要考试，好，一定拢是本来足侪种科目，一定拢分组分组。恁即组内底成绩，就代表恁即六个人的成绩。所以大家袂为着讲哦，要拼第一名，因为咱六个好，咱即组才会好。咱袂使讲啊，干我好，我不会干。所以自细汉养成团队合作的习惯，小阵你就看会出来。中国兵啊，你也做过兵。班长会来讲，左前方啊、哦、有敌军，一兵向前冲，班长掩护你，有无？啊，做过兵拢是安尼，班长掩护你冲。但是当外国人的军官是安那 ，follow me， 拢冲头前，所以是安那台湾将官会愈来愈侪，因为将官拢袂死，伊拢叫小兵向前冲，我掩护你，还有士兵啊。啊！人外国毋是像以色列迄种含啊，巴基斯坦是小战线，含阿拉伯国家小战线，死上侪就是头前遐插队的，死搁起来，死搁起来。因为大家拢是为着攻，毋是为着输。啊，所以啊，这啊，就是咱未来台湾人人的素质爱培养的所在。咱来读书的程度就代表一个。啊，指标啊，有团体概念是一个指标
爱有看较远的眼光一个指标，爱有法度思考能力一个指标。啊，明仔成为世界一流国家两个方向，一个就爱有美学的教育，你知影啥物叫做水，你知影啥物叫做规矩，一个就理性的教育。这是咱台湾未来哦爱努力的目标。有机会，咱家己管家己了后，毋是变作第二个菲律宾，是会变作咱五梦中啊亚洲的水师，世界一流的国家。好、哦，啊，今仔日我就讲到这，多谢大家。各位校员，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十分钟。